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首先呢，我要非常感谢这个台湾独立游戏团队的这个 Signal 公司呢，工作室呢制作这一款游戏，它是叫做《灵魂之桥》，然后呢，它其实已经有前作了，不过好像是同个时空不同的剧情吧。那在上一代，其实在某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推出了 PC PC 手机。Steam 上面就已经发售他们的前代，这叫什么地球计划吧？那这一代的话是叫灵魂之桥。老头没有玩过上一代，可是在上一代大受好评啊，大家好像都对这款游戏非常的喜欢。那我很荣幸的呢，可以受到这个邀请哦，提早试玩这个新作灵魂之桥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应该是在9月14号会发售啊，9月14号会发售。那这个发售之前呢，我们都会有这种抢先试玩的这个体验。那我这次呢，就好好的来玩这款游戏吧，因为既然都已经受到邀请了，那我们就来玩啊。没有玩过前作，那我们就来玩这一代看看，看游戏是如何啊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开始游戏，透过火箭，我们将灵魂送往天堂哦。揭露自这个宇宙藏的什么起源与历史啊？为什么要用火箭送到天堂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马可夫小镇第29届宇宙藏开幕式，宇宙藏是把这些尸体拿到去射向宇宙，然后之后去葬送这样吗？少年约翰，妈妈，宇宙藏要开始了，快点！这一次比往年人少，约翰的母亲跟父亲长得好像。听说流行性感冒变多了，很多人最近都留在家里。快点啊，我不管啦，妈妈，我要先过去了。他们都长一模一样。约翰，哦，按住 B 拖动行，哦，用这种方式移动，好酷哦，超酷的。哇，我们这次居然是上帝视角，看见前面山顶上的火箭支架了吗？那就是宇宙藏发射台。好哦，给个提示了，那我们就前进吧。怎么突然觉得难操作啊？啊，我们就用滑鼠前进没差。灵魂纪念广场，哦，要去宇宙藏发射台得往上爬，好累。上面有密密麻麻地刻了好多人的名字。哦。感觉好像就是那种纪念碑的那种概念。哦，到了宇宙藏祭坛，大家每次都喜欢在广场祈祷，现在的人是不是都跑到宇宙藏发射台那边了呢？嗯，所以呢 ，Soga 妇女，哎呀，前面是教会，宇宙藏发射台好像在另一边。这不是吗？这边不是宇宙藏吗？我是不是走错边了？这是金字塔、啊、哦，在这边。哎，不要卡我啊，走开啊！不知道今年的女巫是谁？哇，是有点类似像是需要陪葬、需要有女巫陪葬那种概念吗？哪里搞嘞？前面那长长的队伍是谁？是女巫吗？可以让我前进吗？约翰！哇！人那么多，说过不准乱跑的。哇！欸、其实这 BGM 真的蛮好听的、欸。我想要把它弄大声一点。没关系啦，约翰只是太兴奋了，对不对？宇宙战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他根本没有检讨、欸。我要帮他的爸爸配音，然后约翰的母亲我要帮他配音。好嘞，好嘞。好讨厌的感觉啊！妈妈，那个长长的队伍是什么？那是女巫哦，仅仅12位要照顾我们全国几百万人。哇，这么强啊！终于轮到我们小镇了呢。怎么，叫你起来是对的吧？我说我会起来的。女巫是做什么的呢，妈妈？他们是负责将灵魂送往天堂的人哦。他们没有他们，就没有宇宙藏哦。哦，就是这些12位巫女呢，就是来这边把所有的灵魂送往天堂，然后呢，
每个国家好像每个城镇，他们都会去利用这种宇宙葬的方式，去让这些受难的灵魂哦升华送到天堂哦，这是我自己脑补的哈、哦，我随便讲的，可以参考，可以参考。好帅哦，约翰也要当女巫，你是男的、欸，但是女巫只有女生哦，约翰不可能不行哦。还是你要跟爸爸一样成为造火箭的技师？不要，我不要跟爸爸一样。爸爸点点点。约翰，爸爸很厉害的。你喜欢宇宙葬吗？喜欢。那你知道没有火箭技师就不可能有宇宙葬吗？这都多亏了爸爸哦。真的吗？才知道。少年约翰点点点。那约翰要成为火箭技师，看好单纯的小孩子哦，真的是很容易被，应该不是说被骗啊，是很容易被诱拐那种感觉。好啊，约翰想当什么都好，一直听你妈的话。我要成为火箭技师，跟爸爸一样的火箭技师。好好，那爸爸你要教我，我们要一起参加宇宙葬。真是的。这样我就可以把灵魂送往天堂了。大致上了解，那是我有记忆以来最后一次宇宙葬了。揭露：约翰·曼森，瘟疫后25年啊，奥伯斯火箭工厂近郊。哇哦！所以说后来我长大了，然后这最后一次宇宙葬了，原来如此，如此的这般。嘟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嘟噜噜噜噜噜噜噜，这是谁啊？方，太好了，真的接通了。哎，我长大了耶，哇，我一脸帅气的样子，只是鼻子不见了，不错哦。你也开心点好吗？这对讲机修了，我修了我一个月，蛮开心的啊。瘟疫后25年，啊，瘟疫25年，我们的女巫整个月都在修对讲机。难怪火箭十二号会失败，是哦，那个女的是女巫，是不是？失败一定有别的理由好吗？可能是火箭鼻锥，也可能是火箭记忆。话都是你在说，大概从冬眠醒来的女巫脑子也在冬眠吧？喂，说真的，你就是假冒的，我们都你说是假冒的，我都比较相信。从冬眠醒来的女巫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哦，为什么？我是女巫，所以说她是女巫，然后之后她是从冬眠里面醒来的女巫，第46代长老亲传，冬眠20年在瘟疫后醒来的女巫。哦，所以说20年前就是瘟疫爆发的5年后，她就冬眠了，然后冬眠醒来20年。哦，所以她到底几岁啊？46代，我靠！好好好，晚点再说。约翰，约翰你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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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小武棍阿伯，武棍阿伯，嘟嘟嘟嘟嘟，我可以动了吧？哦，可以了。别随便中断通讯。他自己断掉的好吗？懒得跟你说这么多了。你要找到火箭掉落的残骸了吗？刚刚四周绕了一阵子，应该是附近。这里到处是徘徊着灵魂。哇，灵魂他也知道。那就没错了，试着跟他们走走看。能的话，我真的不想跟他们走。没问题的。你总是没问题。嘟嘟嘟嘟嘟。好吧，这个应该是灵魂。啊，这应该是灵魂，我们跟灵魂走。我想回到银河。啊，这够了，这不是在努力了吗？别再烦我。银河在哪里？为什么还没有火箭？你们去问女巫啊！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啊？拜托你，约翰，请带我回家。我们回家。呀，烦死了！嘟嘟嘟嘟嘟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约翰？我问你，女巫，我们下一个火箭到底会不会成功？我们每一次都有可能成功。成功后，我真的就不想再看见这些徘徊的灵魂了吗？哦，我就不会再看见了吗？说过了，宇宙葬的目的就是将他们送到银河。这么肯定，我几乎都相信你了。约翰，我们说好努力发射火箭的，你不是火箭工厂的小孩吗？
但我从来没有想当火箭技师，我最讨厌火箭跟宇宙长，可是当初他不是说他很喜欢？约翰，要不是一直被这些离魂纠缠，别说我会帮忙了。嘟嘟嘟嘟嘟，地面有烧焦的痕迹，火箭应该是落在这附近。哦，是这个。前面的灵魂的骚动是发现了什么吗？火箭坠落地八小时是什么意思？第十二号火箭的残骸就落在这里八个小时。哦，还可以把它捡起来啊、哦！Keep。哎，拿稳了，火箭不能没有的材料。十二号火箭的残骸，看外观应该是节气闸门坏了，难怪会偏移到这边来这么严重。哇，这样子看得出来哦，灵魂点点点，谁？女巫吗？啊，又来了吗？女巫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吗？是跟着火箭而来的吗？女巫，火箭为什么掉下去了？我不是女巫。为什么？火箭不是该把我们带回银河吗？拜托不要一直来。终于走了吗？嗯，好的，我们继续走。我找到火箭残骸了，女巫。太好了，约翰，三个点。刚刚讲话怎么才那么有精神？怎么又低落起来了？为什么他们会一直来找我？女巫说过了，别在意了，他们不会一直缠着你的。我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点点点，相信我，约翰，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回家。哎呦，这啥？点房子，可以回工厂。哇，我们回火箭工厂。银河历15320年，无预警的瘟疫如洪水般破坏了过往所知的一切。一年间幸存的人口不到原有的万分之一，灭了是吧？哇塞，整个灭了！面对无法挽回的劫难，负责国家生死大计的宇宙帐的女巫们决定进入短期的冬眠。哦，那时候瘟疫爆发，他们选择冬眠。他们祈祷，如果能苏醒于瘟疫消退的年代。他们将能有力建造信仰与文明，阿拉其他的时光就他们睡觉就饱了。如此的，他们将有能力再次举办宇宙帐，只求瘟疫苦难的人们得以银河安息。啊，节录自《地球教百年纪事》。奥伯斯火箭工厂。啊。把灵魂送往月球，哇！居然现在变成这个，本来是上帝视角哎。你有在踢吗，约翰？哇，那个手好长啊！哦，没有，看错了，是扳手。什么？这是很重要的历史，你要听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然后你，林芳，十二位巫女之一，会带来希望，我也这么认为。正经点，这是要地球教信徒。都有责任传承下去我们的历史，很重要吗？瘟疫后的现在，还有谁是地球教信徒？地球教，约翰，那女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动作。总之，火箭放在仓库了，看了一看，应该是支撑壳体的螺栓松掉了，才会在半空中解体吧。别灰心，这次能升上90公里，下一次一定会成功。又是下一次，怎么了？认真的方，我最近听到或是看到灵魂的频率明显变高了。当然啦，毕竟全世界只剩这里在做火箭了，说是宇宙帐最后的工厂也不为过。这跟一直遇到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没什么，我怎么声音变这样？他们没什么人依靠了，努力跟着你，想找回银河的方法吧。我只能点点点。责任重大了，这个世界只能靠我们啦。笑不出来。好啦，这些事情需要有人来做，搞不好下一次火箭发射就能将它送回银河啦。都失败了12次了，谁知道要几次啊？啊，国父都11次才成功了，对不对？12次算什么？失败1000也会继续，我们说好的。谁跟你说好啦？你也不希望每天晚上被他们骚扰吧？我们不是目标一致吗？要早早带走他们了吧？
在送走他们之前，我就先发疯啊。我们没问题的，约翰。你只会说没问题。酷酷啊！现在是我的回合嘛？真的哎。哇，可以用遥感操控是吧？还是什么 ？English 啊，有两种语言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解锁完整版。解锁完整版加一点爱心。哇，游戏本体短毛猫哈士奇跟灵魂石15个。灵魂石。除了购买外，灵魂石也能透过游戏中取得，但并不容易。快撒出来的灵魂石。哇，这边还有在卖一些支持他们的方法。还不错啊，这款游戏9月14号发售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那所以说这个，如果你们想知道他哪时候正式版开放呢，你们就可以去他的粉丝专页，那个叫做新根啊公司啊，去他们的粉丝团看一下，就可以知道他们哪时候发售了。我没有记错，应该是9月14号啦，如果记错的话，还是去看一下好了。OK， 他就要叫我们按这个。月亮是怎样？约翰，我想回到银河。为什么一直找我？约翰，还是我留着陪你好。为什么？点点点，是梦吗？不行，方说的对，我得想办法将他们送走。整天被吵，我觉得。你知道吗？这些灵魂很像谁？你们知道吗？很像我的观众们。老头，那时候出房走。老头，那时候黑暗与光明。老头，原始生存不拍了吗？你们就跟灵魂一样啊！我的天啊，根本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、可以不要来烦我了吗？约翰，你今天很早出门呢？昨天睡得不好，因为一堆人在催片。好吧，火箭发动坏了，机坏了很久。你想点办法哦？你该先稍微关心我一下吧。讲这个，不知道为什么内部的引擎开了就不动了。总之，拜托。等一下好吗？引擎这种东西最好是我想找得到就找得到啦。工厂附近不是有停车场吗？说的好像很轻松哦，约翰。好啦，我会四处看看啦。真的找不到的话，试着跟灵魂们的声音走，他们知道火箭需要什么。别说了，我真希望有不透过他们的方法。我得整理一下思绪。火箭13号现在缺的是，零件是在这边哦。宇宙站这种事真的有可能吗？车用引擎，少了一个。方说坏掉了，我们去找替代品吧。工厂旁边有个停车场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去车子那边找好酷哦！我要记住这些事情，一个放这里。来，我们往这边走，看一下可不可以弄得到。看到了，亮亮亮晶晶，哇！居然在这边寻找需要10个小时的时间啊！哇哩哩，这是重要材料耶！我们找到了拆解后的引擎，哇，拆10个小时，拿稳了，这个是女巫需要的，是我们回工厂，我们直接拿给女巫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灵魂一直跟着我，夜里梦里无从离去啊！就你就你会超灵体啊？没有乱讲的。引擎我放到仓库了。回来的蛮早的，是灵魂们带着你走的吗？你很喜欢开别人玩笑啊？咦？怎么又烧坏了？应该是这条线没错啊。到底哪里有你这种女巫？听到了。记得小时候宇宙站还没有停办前，女巫都是带头穿的漂亮在祈祷的。怎么会有像你这样在这里修发？别过来！看吧，乱说话就会这样。只有身兼技术与礼仪两者，才能被叫做女巫。这你要知道了。
去。惊叹号，小任务吗？哎呦，修火箭发动机有错吗？约翰真是活该被灵魂纠缠。这是他的内心世界是吧？算了，当务之急还是先修好火箭发动机，不然什么都不用做了。哦，原来按他是让他修，哇，还要修好一阵子。哎，按下去之后，他现在是有时间性在修嘛？制造中。一二三四，我们还有四个环节没有做，我的天啊！这应该要花点时间，怎么老是说坏就坏呢？连火箭发动都修不好，我真的有办法完成火箭吗？这是他，这是他小时候。这孩子是天才，是神灵们送给所有人类的瑰宝，瑰玫瑰吧，还是快宝？生下来注定要住女巫的、啊，总觉得有点可怜。这么年轻，怎么会呢？他跟早期拓荒者们一样，眼中只有银河与宇宙。过来了，那孩子过来了，他会看我一眼吗？世界需要他们为我们带路。嘘，安静点，媒体都转过来了。他会不会忘了我们？嘘，安静啊！找你干嘛？放，看这边，放，一堆放，好吵的感觉啊！笑死人了，什么带领？大家别说带路了，瘟后疫后，应该是少一个字吧？瘟疫后的今天，我连火箭发动机都修不好，不是吗？弄好了、哦，哇，酷哦！然后呢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13号火箭。哦，这个是回忆。我们零件还蛮多的啊，这是什么？一把枪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还有这个材料，可是这材料好像是不能用的。好的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？按一下他们扳手吗？啊，我这不是修好了吗？制造中啊，那就。就直接离开吧，我想 ，OK， 我们离开。哦呦，约翰，别乱跑到别人睡觉的地方，你是女巫哎，自己说的礼仪跟技术呢？火箭机的部分整片坏了，下一次火箭调整好前，我希望能多试验几组。我以为你要说什么，明天再说。换句话说，需要大片的金属板。能找到一两片没有锈化的金属板就要谢谢，怎么可能？约翰，好啦，我会想办法，先这样。干，一直被叫去当工具人，嘟嘟嘟嘟嘟，要怎么了，方？记得昨晚的哦，约翰。你也真是够了，想忘都忘不了好吗？我得整理一下思绪，又来整理思绪了。就是这个啦，尾部记忆啦，需要两片，我要记住这件事情。我们看一下位于在哪个位置。没办法看吗？有别的事吗？他没有讲解在哪个部分嘞？我们只好想办法找金属板了。哪里会有金属板这种东西啊？有灵魂跟着灵魂走，这是什么？要是雪地装备组就会轻松许多。我们没有，我们跟着灵魂前进好了。火箭怎么还没有升空？你闭嘴！这是什么？员工休息间。我们已经被封死了，哦，还可以休息哦。我们走不动。没办法通过，没办法通过，要切割器哦，都被封住了，根本就过不去啊。为什么火箭还没升空？换句话说，为什么还不出黑暗与光明？啊！不要再吹啦！为什么不出黑暗与光明？第二个仓库，躲在这里常常被骂。金属板到底在哪里啊？算了，我们往下走看看好了。上面过不去，我们只好往下了吧，是吧？围着奥博斯工厂的新建立发电几乎都停止运作了吧？来走这里，要开始了吗？要开始了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找金属板吗？我们花 0.1 个小时找看看好了。带走我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
瘟疫后报告，今日小镇正式宣布将举办疫后的第一届宇宙站。这么小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大的梦想，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吧。瘟疫后三年哦，为什么？是他们有尝试想要办吗？结果发现没办法成功，是不是？我看那边有个强烈的光芒了，我们花八个小时探索一下好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可能都是要看看运气呢，不见得找得到金属板的样子吧。找到了，好，可以，这个很可以，良好的尾翼，耶，拿稳了。女巫会需要这些东西，哇，对我真好，我们送回去给她吧。来，哇，她修好了，哇，这个。这个变成这个样子了。